他跟你的脸一样。嘉义，嘉义的名产是什么？鸡肉饭啊。里面包的就是鸡肉饭。鸡肉饭。上面有鸡肉哎，对。所以嘉义真的是把鸡肉饭发挥到极限。它是一个腊肠狗。我到底点了什么？它里面是包的是葱爆菲力牛肉饭，牛肉饭，哎、欸，它这個，哎、欸，它牛肉还有大块哦、喔，鸡蛋糕里面居然放牛肉饭，鸡蛋糕里面包牛排的蛋鸡蛋糕，鸡蛋糕，哇，太夸张了啦，这个太长了吧？你到底要插多长？老板，你们的鸡肉饭真的很好吃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自己试做一个自己的鸡肉饭看看吧。有点看人家做很简单，然后自己做会很害怕，有吗？哎、欸，这好吃哎！你看肉超多，你有看到？哎、欸，You say let's jump on the bus and take a ride downtown.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, but can you 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We have the whole day now just to ourselves, so we can.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.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. I said well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提鲁。我们今天到嘉义了，今天是寒流最强的那一天。就我们想说到嘉义会比较温暖，就根本没有，他妈的超级冷的。台北好像是四度还五度，嘉义我这边看起来感觉也是差不多八九度到十度左右。阳明山下雪。哦，阳明山下雪。我们今天来嘉义的话是上午到下午在这边，那我们准备要来嘉义拍，因为我以前在嘉义读过半年的大学，所以说我来这边的话是拍那个几间嘉义在地的小吃，好甜点、咸点都有，那拍给大家看，做一个合集。到了，就是这一间犬行烧。然后你看他这边的菜单超屌的。卡士达黑糖玛吉、黄金起司、火鸡肉饭、德式香肠，所以嘉义真的是把鸡肉饭发挥到极限了。你手上拿的四只狗，我拿了四只狗，它每一个都超大，而且它把那个边边大家哎、欸、你边边大家要最喜欢的，它都没有把它敲掉，对啊，它是一个腊肠狗，它的身体比你长，嗯，哪个长？它跟你的脸一样，你猜猜看这个是什么口味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嘉义啊，嘉义，嘉义的名产是什么？嘉义鸡肉饭啊。它这个圈里面包的就是鸡肉饭，鸡肉饭，你看，你有看到吗？上面有鸡肉哎，对，好哎、欸，好香哦，油葱味，那个鸡肉饭的那个鸡油的味道，你有看到鸡肉吗？它看起来是有油葱，然后有炒过的鸡肉饭，鸡油跟这个叫什么？那个鸡胸，这应该是鸡胸的火鸡肉吧？就是冒烟的，你有看到冒烟吗？狗头鸡肉饭蛋糕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鸡胸肉的肉很多。然后你刚吃下去的时候是那个油葱那个鸡油味，油葱的鸡油味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会吃到里面那个饭，它是有弄鸡油炒过的，所以它有点软软像米糕。再来你才会吃到这个它外面那一层蛋糕，有一点甜甜的那个面粉香。哎、欸，这好吃哎！你看肉超多，你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很香哦。不在吃什么？要不要来个半熟蛋？好，加个半熟蛋。不得不说，它里面那个饭真的蛮好吃的，好特别哦，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。这一个是什么呢？你来看一下后面这个。我到底点了什么？它里面是包的是葱爆菲力牛肉饭。好大一片，好想把这个拔起来。有牛牛肉饭，哎、欸，它这哎、欸，它牛肉还有大块哦、喔。鸡蛋糕里面居然放牛肉饭，鸡蛋糕里面有牛肉。菲力牛排，哎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感觉好像不错哇，一直在冒烟呢。天冷，肉好好吃哦，肉很好吃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它的饭又跟刚才那个鸡油的不太一样，它的感觉是比较黑的。
牛肉，哇，那牛肉好难卖哦。嗯，哇，它的牛肉更香哎，它的饭又跟刚才鸡油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口味更重。里面包牛排的蛋鸡蛋糕，鸡蛋糕，好个，腊肠狗，里面有一条腊肠也不意外吧？像那种动保协会，腰斩，嗯，哦，它的香肠其实蛮大的，哇，一直冒烟，你有看到吗？有，哇。欸、它的德式香肠是粗的，你粗的是德式香肠，好大只哎！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就基本口味好吃。喂、哦，哇，太夸张了啦！这个太长了吧？你到底要穿多长？赶快赶快赶快把它吃掉！哇，它cheese好高哦，好丑哦你。OK OK， 第一次。好，打开打开，你直接把它头给扭断了。哦，它这个是芋泥，哎、欸，它好像还有一点啊，它有那个紫米跟西米露，哎，特别，吃吃看，吃吃，趁热吃，趁热吃，还在冒烟，刚才就烧了，刚好今天很冷 ，OK 的 ，OK， 的对，好吃吗？那跟直接喝软西米露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来，等一下，黑糖，这是什么？卡士达，哇，这感觉这个搭配就很棒，就可以把它扒开来看一下。我们已经杀了几只腊肠，我们不知道杀了几只，我们杀了差不多七只了。哦，马吉，哇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，还有卡士达哎，嗯，哇，有一点波霸奶茶的感觉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卡士达酱是奶酱，然后上面那个。黑糖的那个黑糖糕的那个甜味很重，就吃起来很像那个黑糖的那个波霸牛奶，好妙哦。嗯，好喝好喝。你看老板后面的招牌，不争第一，只做自己，全新无双，全台独一。老板，你们的鸡肉饭真的很好吃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拍影片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自己试做一个自己的鸡肉饭看看吗？我不理解。所以这个按下去就可以了。有点看人家做很简单，然后自己做会很害怕的吗？把它填满吗？哎，不能填满，然后哦，大概这样就可以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OK， 它是长这样子，它弄一个那是米纸吗？还是弄米纸先包起来？好，好，然后盖起来。盖起来。会转弯的。转过来。OK。OK， 多加点鸡肉就它固定，已经是固定好的了。它是黄金比例，没有，它是黄金比例，不能再多加了。而且你再多加那一只狗出来的时候，是感觉内脏爆开的样子。来呀、啊，哎呦！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是俺的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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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的鸡肉饭是好吃的，嗯，下次要推荐哪里的鸡肉饭好吃？嗯，可是哎，这边的鸡肉饭好吃。下次有人来嘉义说，哎，哪家鸡肉饭好吃？我说全新烧的不错哦。说完啦，我们刚刚幸好我们有找那学他学弟来吃，超强的。我们刚刚至少有抽开十根的吧，十二根全部都他就全部都吃光光了，完全连打包都没办法打。对，下次有人来嘉义，我会说他问我鸡肉饭在哪里好吃，我会说这一家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牛肉饭也很好吃。对，然后我个人的话，我喜欢鸡肉饭、德式香肠跟那个芋头的那个紫米露、芋头紫薯。对，你的话咧？我喜欢那个黑糖玛吉卡士达。哦，黑糖玛吉卡士达，哦，那个也不错，很像有点像是黑糖的波霸奶茶的感觉。对，这家真的很不错，而且起司也很好吃啊。对，但是不是每个，不是不要大家不要来都说什么我要提，还怀疑那个是我自己跟老板要求的。对，你们下次来嘉义可以试试看，我会把店家资讯放在底下，你可以去参考看看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好吃的，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讲哦，我们会去拍哦，拜拜。